现在的薪资高，那是我们还感谢啊，现在国家对我们国军的照顾。除了薪资高之外，我们啊晚上啊都跟很多学校合作，像金门就跟国立金门大学合作，包含新竹的清华大学也来这边插点。所以啊，我们这边的所有的啊，所有的官兵啊，学素质啊，都是大学以上学历。我们常讲，英雄不怕出身低，高中的毕业就可以加入国军行列，但是时间不要浪费。